法鼓山台中儿童营在小朋友引颈期盼下，于7月22号到7月25号期间，在宝园别院展开喽。欢喜自在，心在左边，往前推出去，不沾尘埃扫出去。悠扬的歌声从教室传出。营队老师带领来自东势、云林、彰化及丰原的学童练习佛曲演唱。短短的佛曲富含深意，小朋友们一唱再唱，配合节奏加上手部动作，将歌词中光明及温暖的意涵深植心中。营队课程丰富多元，除了有考验团队默契的趣味游戏，还有脱水波、惊醒、禅坐等，让小朋友透过禅修练习，逐步体验摄受身心、专心一世的感觉。小朋友们都觉得这是特别难忘的体验。随着营期结束，家长与小朋友也一同约定，要将在营队中所学习到的禅修观念以及方法在家里练习，并期待明年重返营队，跟着法鼓山快乐成长。